she's in the background. And she says, I wish that I could be like the cool kids, 'cause all the cool kids, they seem to fit in. I wish that I could be like the cool kids, like the cool kids.这边呢是他们的一个水吧，你打开柜子然后就可以看到江江，就是很普通但是每个酒店都会配备的酒啊、咖啡机啊、杯子啊、巧克力茶什么的。头一次见这种茶，哎，金阳福茶，不知道这是什么茶，汉中仙毫，应该是绿茶吧。哦，这是陕西的茶，这是陕西省汉中市特产。哦，怪不得我之前也没有见过。吃的餐厅主菜是官府一品葡萄墙，稍后是低温牛小排配橙汁香鱼、黑醋汁带鳞鲈鱼。看一下，先尝一下这个乳鸽，他说先吃乳鸽，因为乳鸽是热的。大家看一下，这是一个火腿。两位贵宾晚上好，现在为您呈现的是伊比利亚火腿的香气鸡，给我们店里高级切肉师刘进火腿先生演示。这款火腿它是产自于西班牙王室的火腿，同时它有红标、白标、绿标和黑标之分，我们选的是它的100%顶级的黑标。好，给大家尝一下刚刚推荐的这一款在某个地方奔跑的猪的猪肉吧。我也忘记是哪里奔跑的了，来尝一下。他说是放在手掌心，我们要严格按照他的要求来吃。给大家看一下这个西安的一个比较算特色的一个面啊，就是油泼面，它这个上面的辣椒还蛮多的。我还蛮喜欢吃面，作为一个山西人，我觉得。现在呢，来尝一下这个面。现在它这个就是粗度是，你看差不多的。蛮好吃的。陕西还挺有特色的，居然有这种小吃的。Hello， 大家早上好呀！给大家看一下我今天的一个穿搭。我今天穿的是一个灰色的裙子，然后搭着一个项链，就比较简单。然后最喜欢的就是我的这个小包包部分，真的太小了，什么也装不下，但是真的太可爱了。然后给大家看一下我今天搭的一个鞋子，我今天搭的是一个凉鞋。
给大家看一下这个今天的午饭，冒出来了小菜哦，小菜啊，然后我们来看一下，这边有一个特色是秦镇米皮，就是我们点了外卖，因为太热了不想去他家吃。然后另一个呢是汉中热米皮，就是说很热，汉中热米皮没有吃过热的。嗯，它这个辣椒啊其实不辣，它有点像炸过的辣椒，就已经有点藕香了。这个冷米皮是薄切，然后大家可以看到是这种粉状的。我们来尝一下这个冷米皮，他们家的这些米皮都是配有豆芽菜的，可能比较清爽。然后这个就红红的，尝一下，嗯，说实话还是冷的好吃。小鸭子的问题吧。好呀，也不知道是朝阳还是朝阳。你好吧，到了一家咖啡厅，然后点了简单喝一点。可以一会儿把这茶楼可以拿出来。好，一会儿拿吧。一会儿妈自己搞的成本，就是像三高三纸的作用。这个是芸豆卷，糯鱼绿茶糕，糯鱼绿茶糕，糯鱼在古时候是一个茶学者。这是怎么做的？这是啥东西？糯鱼绿茶糕。这个叫葫芦鸡，是我们茶商会的招牌之一。它头小身大，形似葫芦，所以叫它葫芦。你也是那个，东华有一个叫豆浆酸奶的。现在吃饱饭了，来散个步，稍微的游走一下。